小猫钓鱼。一天早上，阳光明媚，猫妈妈带着小猫去河边钓鱼。它们刚刚坐下，一只蜻蜓飞来了。蜻蜓真好玩，飞来飞去，像一架小飞机。小猫见了很喜欢，放下钓鱼竿，就去捉蜻蜓。蜻蜓飞走了，小猫没捉着，只好空手回到河边。这时，猫妈妈钓到了一条大鱼。小猫又坐到河边钓鱼，一只蝴蝶飞来了。蝴蝶真好看，飞来飞去，像美丽的花瓣。小猫见了很喜欢，放下钓鱼竿，又去捉蝴蝶。蝴蝶飞走了，小猫又没捉着，只好空手回到河边。哇，猫妈妈又钓到了一条大鱼。我怎么钓不着鱼呢？小猫问。妈妈说，做事情要专心，才能做得好呀。小蜻蜓又飞来了，蝴蝶也飞来了，小猫就像没有看见一样，专心地钓鱼。不一会儿，鱼竿上的线往下沉，小猫使劲拉鱼竿，哈，一条大鱼钓上来了。小猫赶紧捉住大鱼，高兴地喊道，我钓到大鱼啦，我钓到大鱼啦。 Okay, that's all for today. Thanks for watching. See you next time. Bye.